平時冇太陽照射咧，盞燈仔就開住嘅。但係當太陽一出嚟咧，個窗簾就會遮住咗啦。於是咧，嗰盞燈亦都熄咗。然後太陽一收，窗簾撤出，盞燈又著翻。第二日太陽又嚟咯，一路偵測住太陽，一路照住咧，都唔會開窗簾嘅。太陽落山啦，開翻個窗簾，開翻盞燈。